正方一辩上台先退。副座长各位，我方的主张为我国高等教育应公共化。公共化是指由政府作为主要管理者或指导者，管理政府作为主要管理或指导者管理及提供不可被绩效评估的公共财，例如国防、司法、军队等皆属于公共化的体现，而共通的特性即是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财实际运作。若公共财不交由政府运作的弊害，现在高教究竟有多大，以及对于市场化世界教师的劳动权会更不受保障，我方将分别论述之。一、冷门科技可能遭排挤。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呼吁公立大学重定教育使命和重整课程。被认为产能低的人文社会学院首当其冲，甚至被建议废止，偏重为企业偏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毕业生。国立大学最好能在科学研究方面领先全球，不然就注重于职业训练与企业结合。如上述可知，在国立大学市场化之后，因为企业在大学经营上具有一定的领导权，加上重视绩效的心态，而绩效本身上就包含了时间的概念，但在企业眼中，绩效不高的人文社会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以理论为基础的科系，面临淘汰及凋零。即使如台大经济及社会系教授骆明信的《谁是台大生》一文，可以观察到如阶级复制、贫穷世袭化及多元入学的影响等等，引起社会上广大的热议。在市场化之下，我方素难想象市场化的大学会帮助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做出长达16年的进化，更甚者是对人文学科投入的时间更长的田野调查等等。然而，就算能够在现在发现研究所带来的意义，明确能帮助社会，如得到诺贝尔奖的各种学者，能从发表论文到获奖，平均花了17.4年。而长期研究的漫长时间，前期有关阵痛期需要资源的投入，而这段时间往往就面临重大挑战，导致成果不明确或计划被迫终止。在公共化的世界底下，相对于现在的私立大学而言，市场化后企业也会相较选择对企业有利的一块产业去发展，且因为资源不再来自于政府，在有限的资源下，必然选择较有把握的行业，避开风险。如中信金开办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远东集团开设亚东技术学院及原子大学，所以对原本国立大学市场化后必然牺牲在产值绩效上不仁的科系和企业精神。对私立大学也因应企业原本自身的特性，即使会有少部分科系被保障，却恰恰排挤不能被绩效化的科系。在公共化的情况下，更能保证到每一个科系不被删减，使每一个科系都拥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二、对于教师劳动权的保障。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陈正亮曾指出，非典型劳动型劳动
结构性的因素首先在于教育部倾向让学生自由化，将教育视为呈现思考的市场化结果。所谓的非典型劳动，是将原本固定延续的工作切割为外包派遣短期工。大学内专任教师的工作就是如此。许多学校以引荐绩效为由，片面更改劳动契约，要求老师在6年内升的，否则离职。另一方面，校园也可能以绩效为由开除校内第一教师。很多取得博士学位却没有受正式聘用的兼任教师，只能担任好几间学校的兼职来过活，平均一个月的薪资可能只有基本工资的水准，劳动条件很差，甚至还不如援助助理。而这种状况却越来越普遍，在市场化下的经营理念绩效重要性，反而导致兼任教师年复一年待，由于他们是否会获得续聘，在这场续聘或市场竞争下仅剩微薄的薪资，又没有研究室，通常是疲于奔命的兼课，再也难以专注于研究或者与学生互动，因而较难符合重视教师评鉴或者应征的技能方式。在我方世界底下，相较于市场化，因为重视组织灵活，力求压低人事成本，导致许多老师受到剥削，从而也让教师没日没夜的奔波于各大学兼课。在公共化的情况下，大多数教师能够安稳的在念大学，不用战战兢兢担心明年是否会被续聘，无需烦恼是否获得颠沛流离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学热忱也不会被消磨殆尽。对于学生而言，能获得更好的教学品质，无论对教师或是学生，公共化都能给予他们较好的保障。综合以上对高校的不可被绩效评估之公共财特性，以及市场化对于大学教师及助教劳权的漠视，进而重创高等教育品质，我方认为高等教育公共化，我方申报结束。请范方二辩上台质询。虽然说你之前没确认定义，你旁论文说公共化是由政府所主导，对不对？对。好，那确认你旁论文，你旁论文主要分成两块，第一块叫做冷门科系会因为市场化的引力而消灭，或减少。对。第二块叫做教师劳动权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对，没错。好，那先要问第一个问题，来对不对？请问冷门科系因为减少，那个先确认你旁态度，你旁是认为说这个科系只要在比例上减少就是一种平台，还是它完全消失一种平台？不管是比例上消失还是说都是同样，所以你方认为只要是消失是同样。好的，对方辩，那你方有举证，可以请你举证出真的有科系因为市场消失吗？哦，好，我方这边有份资料是指出呢，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进国立大学改革计划，重新教育使命，被认为产能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所将甚至被建议废止。然后呢？对方辩，这是国立大学，这是不是市场化？这是市场化。好，我方这边有一份资料指出，在日本现在是市场化情况下，所以它的整个。他们找到哪里吗？好，这边有一份资料就指出，日本的高教尽可能采用减少国家公共投资的方式。嗯。然后呢？然后在日本大约80%是私市化或者市场化重新解。哦，这样为什么论证会减少？为什么会减少？你方没有拿一资料论证啊？我方是想要说的是，就是现在日本是市场化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我方刚刚有提出那一份资料就指出呢？那份资料有什么？那份资料有说人口减少？哦，有啊，上面也说被认为产能低的人文所以修建学院所当其中，甚至被建议废止。这是公国力改革，国力改革等于市场化？不是，他在市场化情况下，他是不是把计划进去？是市场化计划，你确认这是市场化的计划吗？你方这份资料没有讲到吗？不是，他是把他有没有把这些确认到这里？你方目前没有实证可以论证，对，我们科系因为这样的消失。好的，那对方没有来，那为什么还是一种？请你方为什么评价为什么还是一种平台？我方刚刚不是也有资料就是提出，就是说，没有，我方只是问为什么还是一种平台，就是那些企业他可能为了重视绩效或之类的东西，因而没办法，就是他会废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或者他们那废止他会有什么病态产生？所以有啊，就像台大陆明庆教授那个，其实台大生意文之中，他是不是就等于时间太长，或是对啊？可以举出参考说他过程实施病态吗？可以请对方举出资料吗？对，这份资料他是不是就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谁是台大生这一篇文章呢？他是分析的，就是评估差距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跟
只有第三管，这个是等分。就是假如说呢，如果没有这项研究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没有什么反星计划，是多维度学之类的？是因为这项研究才有反星计划吗？不是，如果说没有这项研究，是不是就有可能没有这项计划？你方有推出的根数吗？你方有推出的根数吗？你方有吗？我方不是有提出，就是我方不是就有说，在市场化的情况是就有可能他会企业会重视绩效，或者只重视他那些是金钱上的产业，因为没办法去。是你方还是没有提出证书任何实质底牌啊？所以先确认到，你方目前只有口头上告诉我说，很可怕，却没有证出任何实质利益装备。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你方告诉我说，老师的权利会受到影响，你方可以举出资料吗？好。有一个叫许文禄的教授呢，他因为他是兼任教师，所以呢，所以他自己其实，计划表就是跟属于私立大学吗？市场化有讲吗？这份资料里面有讲，他是私立大学公立的教授，他有讲。不是，他有讲说他是兼任教师。兼任教师有可能是公立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公立不是？我方认只是认为说在市场化的情况下，确认你方有认证说这是市场化独有弊害，你方无法认证。没有啊，可是我方，所以我们在下一个小节，这方没有，这没有啊，资本的，这是方独有，厉害，谢谢教授。刚刚这边有他，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大学减少兼聘专任教师，进而收编兼任教师。之后呢，他真的有提到降低成本，为什么一直市场化来做？公共化有可能会政府支，不对，这我方降低成本。对，我方认为说企业他会，我方推测说企业可能为了要增进绩效，因而又要减少预算，因而降是公共化有可能会财政困难，减低成本，你方有讲出？请你方比较出来说，这件事情发生。我确认认证。好，这件事到这里，你方现在有没有办法认证所有弊害？请你方自己认证，你方比现在状况更有。台下辩论停止发言，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社会接轨，以符合当前社会快速变迁的人力需求，也为
学的效率在双方世界底下也有巨大的差距。联合新闻网指出，现况下由政府补助的公共化高等教育，其科层化体制导致过多的行政成本，官僚体系也造成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受限于教师法和大学法的约束，造成裁员难避，学杂费调整受严格管控，校内现有资金与校务基金无法扩充投资或增加规模。也难怪同天报道的民调显示，高达86%的校长认为教育部管太多，导致他们学校率无法提升。反过来看，企业化下企业为了吸引学生，或是延揽优秀人才为自己所用，更积极提升其教育学品质，或更有动力聘雇更优质的教授，并在教学上定期评鉴，让真正适任的教授为学校形成好的口碑。例如，南韩三星投资的成均馆大学，对老师的要求很严格，做不好就解聘，好的老师就加薪。再以东吴法律系为例，由于近年司法特考更重视实际案例的分析，因此校方就加入实力演习的课程，让学生不会毫无准备面对国家考试。中兴金融管理学院更在课程中加入实习，让学生实际到职场走一遭。种种例子都发现，企业会更愿意把钱花在刀口上，以换取自己更大的利润。说到底，市场化的世界下，教育不但是超然世外，而不助于国家的学术高达，反而直接的与社会国际接轨。而学校所集中培育的顶尖人才，又在这条全球化被打通的经济大道上，如果是早班引领整个国家，驶向无限的可能与真正共荣的社会。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应市场化。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拿，我还是得跟我的上层汇报。我说他们今天开个校务会议，然后。
话决定他们想购置一些设备就买吗？啊，那你看对方如何提出我方市场化有什么限制吗？不对。那你在我双方身上应该都会有。客人说，我今天跟我的老板说我要一笔钱去买东西，我老板就会直接给我。我必须他说，我必须也是要写。是现在学校已经教委已经决定要购买新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直接用他们经费去购买嘛？但是你方还要经过政府层层的审核啊。不能层层的审核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更清楚这笔钱不是花在其他地方，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让这笔钱用得更谨慎、更严谨，不是一件好事情吗？对方辩友。啊，对方辩友，我方现在想提到是在效率上、效率的方面，是你方不够我方吗？对方辩友，那您刚到底有说我方效率到底有多差？您帮我资料。您没有资料可以显示您方为什么有效率，我方已经说我方的动机就是他们如果不积极向上，就会有倒闭或是被开除的压力嘛。那您方做的话，只是他们可以越做越好，可是他们不会不做不会怎么样嘛？越做越好，对不对？对。不是我方我不是我方说你他方可以自己有选择越做越好，但是不做不会怎么样。这方面你还是没有办法，你还是没有办法绝对告诉我说现在的行政效率都是到底有多差。是您要举证公共化的的情况下，为何会有好的行政效率？公共化之下，公共对方没有，是你方没有举证。不管好了，我们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再问一下您方对市场化定义是什么吗？您方对于市场化定义是政府不去介入，就是去调控的事吗？就是政府。政府介入越少，就越市场化。所以你方认为政府要介入吗？不是，我方说政府介入越少，就越市场化，所以我方不希望政府介入啊。不希望政府介入，是您方觉得市场化最理想的一个状况，最理想、最好的状况，就是政府不要介入。所以就是一切就是可能说学校说的一切都是由企业自己去做，自己去运行去办，对方怎么知道？谢谢对方辩友。请正方二辩上台陈论。之类的题目，也没办法因为没有这份资料，所以说
因为这份资料没有办法去很有效去体现它的厉害到底有多大。所以说，对于我方来说，我方真正担心的是，有一份如或许真的如刚刚没有所讲，他们在线控下真的是看不到那份资料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只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方就确实可以提出资料告诉大家是，它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是对于学术方面，或者是对于产业方面来说。我们都知道产业它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他现在觉得它很不重要的话，如果他觉得现在这个科技不重要，或者过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如果突然因为产业它口味是会变的，如果到时候他们认为重要的科技，在以后突然又变热门起来之后，我们知道放弃一个东西很重要，可是在重新建立一个学术环境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病还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回头来看第二块，对于教师劳动权的保障，对教师劳动权的保障，我光举证。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它更偏重对于增加很多兼任教师，在这个世界下可能会带来的弊害，不管是他的学术品质，或是如果就算他要升等好了，他也需要不管是论文研究，或者他要带更多指导研究生再进行升等这块。但是重点是，如果我今天要晋升的职位的话，最重要的是我要有一个公平的基础来让我去获得升等。只是在那种前提下，反而会被更多的兼任教师，导致在资源上面可能会完全不公平。这真的是都没有在学术世界上想要的，我们不知道。只是我方可以更可以保障，在这种世界下，他可以更公平的竞争，告诉大家是，我有这个能力，不会因为我的资源有差距，所以说我在学术方面可能会有些差距，没办法让大家成为。没有让我成为学术上面的佼佼者。所以说从这么两方来看，对冷门科系我方可以更可以保障，对于那些教师学教师劳动权势招募在这种私底下招募是的那些人来说，我方觉得更可以做保障。谢谢各位。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方朋友你好，针对教师工作，我想先问一下，请问一下，民方事业底下，如果真的他教的好的教师，他会有工作权的保护？在国方事业底下，他如果他真的教的好的话，其实他会有工作权的保护。只是我会不会对方老会不会？从工作权的保护，就是他会一直被续聘嘛？你刚才讲说工作好的，工作不好的老师，会不会？不是因为都没有问题，是因为我在竞争升等的时候，资源上面的差异带什么意思？就假设您方今天是专任教师，我今天是兼任教师，是我是兼任教师的话，我资源我方直接告诉他，他应该没有很多经费，或者是不对不对，没有，我们想讲，应该想讲，你是专任教师跟兼任教师，其实应该是这么说讲啊，你不要一直想要保证专任教师的资源是吧？啊，对啊，我分啊，为什么？应该只想保障说啊，我们希望每个兼任教师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资源，然后跟专任教师一起平等竞争。而且更可以再体现在那个学术方面的成就，他可以不会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不管是专任教师，或者在我方的世界底下，不管是专任教师或兼任教师，其实他教的好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教下去？只是我是不是对方没有资源？对，你方今为什么不对？刚刚没有清楚。我方就告诉你们，这联络先底下，你方是担心说，你方是我没有担心，我只问你说，如果他教好，是不是可以继续教下去？刚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可不可以？只是我担心在教他的工作权上，受到那个侵害吗？有吗？啊，对了，对了，有吗？有吗？来，对了，我有有不？那接着两块谈，对竞争来说，你方承认会有弊害吗？不会啊，我认为就是你方想要今天，其实你方想要体现的弊害，这是我方想要体现的利益。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了嘛，刚才像你方讲，其实如果教的好的老师，他工作权其实不会有疑虑，他是可以继续教下去的嘛。对，所以说工作权教的好的，所以真正有问题的，是不是那些可能教不太好的才会有就有一差没一差的，就是对不对？教不好的在我身下都可以获得真正都可以获得，是在我方世界底下会被淘汰，在你方世界底下为什么认为说为什么不能淘汰？为什么不能淘汰？你方刚才两点攻击，你方其实你方很跳出来立场在挑动，你方第一点，你方说你方自己的大学也可以拥有什么评鉴机制，然后来建议来比评说法，什么我方也可以有那个什么我方的教师资源那个竞争的部分，但是你方又说其实我方是想要保障那些可能没有教完没有那么好的，对，是教是他，所以你方是对，你方是两个嘛，你方不对，你方讲错了，我方是想保障的是在兼任教师底下，他就算有那些教学，我问你是不是教不好的，就算这个问题嘛，就算是。然后没有，是不是教不好的人才有这个问题吗？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刚才讲什么工作权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没有，不要对，对，不一定是教不好的人。来，他教的好，他教的好的人也会有问题。为什么来讲？因为我方不是告诉他是，就算他真教的好了，他的资源上面就有差距。不知道他教什么资源上面的差距，可以讲清楚吗？对，他因为他可能就是。
师的过程当中，如果他肯真，如果是像刚刚讲的，他教的那么好的话，他教的那么好了，跟其他人来比，他是可能会不管是怎样，我现在都说老邓会有一些，不是不是他教的好，大家对，他就是资源上的差距嘛，好像不是哦，对吗？对，不对不对，他比他讲的都是老邓资源上的差距，对吗？所以其实这里你方想讲就是，其实这些小节就是，今天真正厉害的人，就是我方想要保障的那些真正教学教的好人，其实不会有工作疑虑，反而是对方私底下那些教不太好的人，他又想要去保障这些人的工作，对对对，这也是我方效率，还有我方体质。还有我方的品质的体现。来，第二点，来，方谬，问一下冷科系的部分。方谬，你方的你方认为冷门科系实体的厉害体现在于，有一些可能长期的研究啊，就是需要长期投入经费研究，但是没有立即性的经济性的回馈，会没种子嘛，对吧？你方有没有资料告诉我说，市场化底下真的有这种可能这种？我方没办法举证。好，没有办法，先确认你方没有实力嘛。那我方可以靠。那我方来，来，那我们来讲推论。方谬，如果有人想。你方想要证说有科技消失嘛，对吧？对对对。那请问来，对，我知道，来，到没有？如果有人去读这个科技，会不会消失？啊，什么意思？如果有人想读这个科技，这个对，会不会？到没有？会不会？对啊，重点是会不会？你方要你不要逃，对，我回答嘛，这是你方要，你方要这会不会？会不会？让我回答，让我回答哦。你方要证明告诉大家，会有企业投入这个市场，而且它不是是有人想要去读。他会不会企业会不会去开证科技？就算有人去读好了，就是有人要去读就有经济效益，所以经济为什么？如果他缴学费啊，不是如果这个市场不够大，或者是他所得到利益不够大的话，所以他不够大是不是一个市场权衡的结果？所以如果今天代表说您方想要浪费一些资源在于投入那些经济不是经济，就是那些效益不够大的，那什么叫浪费资源？电视停止发言。谢谢董六。请本方二辩上台申论。刚刚在上一轮咨询答辩中，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确证证明说市场化真的或科系倒闭或者是消失，他们利用推论告诉我们说，因为市场大家都要利益，所以他就会消失。但是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是，今天市场又有需求机制，当这个科系有要念的时候，它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我刚刚不懂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没有我们的需求太小，没有供给。对方表，如果他方向刚往这个方向论，那可以请对方表举出，因为真的有科系需求太少而不供给而不盈利的这种方式性，可以请对方表举出责，提起举证责任。然后呢，再进一步来说，就算今天这种科系真的因为人比较少，或者人真的比较少，需求真的比较少，只看一个系所或是一个学程，它比较小规模，我方这里就有资料告诉我们说，美国在一些比较小的科系当中，他们就会改采一些小系学系程。还是传授这些知识，那些人文精神的关怀，我方不懂是这样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它顶多就是人的差别，它人数没那么多，所以它省略掉行政的管理成本。我方不懂这个 BI 点在哪里，所以回归到他方的 BI， 他方说因为台大就有人说，因为有人没有人文关怀，就没有一些什么关怀穷人的问题。可是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是，今天我方开的学程可以造成一样的结果，接请他方继续积极论证，他方我方线下会有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方式。所以他方这块目前还没有完全认证，他方这块弊害存在。好，再来第二个叫做师资，他方的我们刚刚达成一个共识，叫做我方现在能保障有能力的师资，这个论点扣回到我们的效率的第二个叫师资。今天他方在一辩导师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觉得我们市场化的机制太严苛了，去不断加上人可怕。而今天在他方的咨询大会又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可以做一样啊。我方不懂这种矛盾，他就觉得是怎么来的？因为今天他方的宽容，他方的包容，就是这些不效率的体现。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是，今天当他的能力，今天他方的所谓的资源不够，是因为什么？今天有人可以当专任教师，有人可以当兼任教师，是为什么？就他的能力不够，他在面试的时候，正我们市场那些企业经营上说你没有能力，所以我没有必要给你那么
资源，是他自己能力不够。今天当我在职场上我能力不够，难道我要怪掉整个政府说对我不够包容吗？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迂腐的行为。然后，而且今天他方告诉我说，他方的事业上会有舟车劳顿。今天是我方想要告诉大家是舟车劳顿，第一个是契约上有写事情。今天是他在签这个兼任导师，他就应该要知道的事情。而且今天我方不知道他在外地工作，他去兼任外地工作的弊害到底体现在哪里？这他无法在他本地工作，才是归咎到一个问题，叫能力问题。今天市场化其实就是这样，有能力的人可以生存，没能力就只好经营能力自我，这样才能推进大家的进步，而不是他一昧一直用人家写的。好，好，今天我方来补充我们的校阅部分。今天我方提到第一个校阅。今天他方不懂第一个叫做行政成本呀，行政成本的琐碎。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他方事业下，因为有大学法一些法规的限制，今天我大学要拿钱的时候，要跟政府拿钱，政府拿钱就要由立法院拨预算等等各种层次一直拨。然后今天我方只要我们想买董翠杰，一个章盖下去就买了。然后今天他方不懂管理体验感，那我方可以加强论述。今天我方在这些行政成本没有这些时间成本的好处在哪，就是因为今天当这个高等教育，他们要买新的设备跟上你的时代潮流的时候，会因为他方琐碎的时间成本而拖远了。当这个设备一直不断进步的时候，他们却还没有买。当他们买到的时候，这个设备已经旧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方才能达到我们更先进、更进步的一个体现。好，再来第二个叫做师资，我们的师资扣回到他方的保障。今天我方刚才也论述过了，今天我方就是用一些市场机制去淘汰了，所以师资起来才会更有竞争、更有效率。所谓的非升迁即走，就是这种的体现。你今天是你自己不努力。好怪谁？他方一直告诉我说是向上机制太残酷，其实他方那些没有能力的推诿卸责，这也不仅仅怪谁啊。然后在第三个叫做我们没有提到叫做自主性。今天我方想要谈到的是这个高等教育自主有多重要。今天公共化事业，大家都知道，大家的体系叫什么？大家都是利用论文的数量去评判一个大学好不好？那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是，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主性。今天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才能评判出到底谁是好的教授，谁是好的老师，才发展到最好，才能把我方事业发展到极致好。谢谢。我方是方辩，请正方一辩上台质询。刚升任之后提到，就是说有供给就，就是有需求就有供给，对吧？是的。其实所以你方你说的，就是对方你方的那些企业呢，他们就认为，就是有这一块市场，他们就会自己开始推行。是啊，是市场，是啊。哦，对，没有，我帮来看，跟我看这份资料，这份资料说日本企业不愿意再像从前大量培养，也是在开始期盼大学能负起此前训练的责任。就是说，这些企业是他主要就是想要，他最后不是说什么有需求，他是想要靠着就是那些学，他是想要靠开办那些学生来培养自己的人才。就是说他是为了要自己的利益，他才去开设那些科系，懂没有？这些利益可能体现在有这个需求就可以收学费这种。不是，他上面有说，就是说他想要培养是他未来他自己这个他自己赚回来的。那是一种利益体现，另外一种利益体现是学费。你今天你方只有告诉我说有这种利益体现，并不代表一种利益体现不能存在啊。可是刚刚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开设这一间科系的成本太大，他就没办法去开设？那你方论证这种东西发生，你方论证这个需求太小，利益太小，所以成本太大，是不是有这个？那你方现在论证这个实证吗？好，所以现在确认就是说张彪，就是现在还是有可能，就是企业有可能。可是你方没有论证，肯定是不明确的厉害。好，但是我方这边还有论证，企业也有可能会，也有一种可能，其实企业可能会为了增加自己的人才，而不去启用其他科系。那是一种可能，可是对方不要。是有这种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其实他为了收学费而赚学历。是，这两种利益并没有冲突。我想讲这件事。好，张彪，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呢，刚刚还有你方有提到，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他就不会是兼任教师，对吗？啊，是的，是。好，可是刚刚我刚想问的是，这您方所谓的这些企业评比效率的基准是什么？是看各个学校定制啊，自主性。但是有可能就是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积极的成效，例如说发论文的数量之类的。就是，这是你方公共化的产物，我方对他可能会比较低。例如说谁教出比较实用的课程，谁能让学生在职场上表现得更好，这个就是我方所想要追求的。请问这什么问题吗？我方想问，就是说在你方那些科系的情况下，会不会因为我现在是兼任教师，然后我现在是兼任教师，然后因为你方我教育品质很好，但是没办法满足你方所的。你方可以举证有教育品质好，还被别人贬到兼任教师这种男子吗？可以
出案例吗？好，这个我方可以找一些传递一下资料。好，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他们整个能力的不足，一直推诿给整个社会吗？对，是。其实他有没有可能，其实您方不是有提到，就是说企业他可能会有不良的偏移效应，那是不是？那是有可能就是他。其实对方五方不是有举证，就是告诉廖廖你说，就是企业有可能会因为预算的原因呢，因而把很多教师变成专任教师，变成兼任教师，然后呢，是不是在这种？可是今天企业盈利方策略总是，他们能提供越好的教学品质，就能培育出越好的人才，回馈给整个企业。所以今天他们会做个平衡。今天他有想过，如果我节省这个成本，最后的利润就没那么大。今天他们要评比的是，我今天就已经把这个专任教师资源给他，他到底能不能用？今天他评比也是这个，而不是经费多寡的问题。那他有没有可能是，就是评比其他比较？你方可以举证吗？如果你方真的一直刚才的可能性，那先请你方负起举证责任。好。
持它。这个我们可以到端边有可能说到，可是我们可能会希望有一些很好的老师来，可能就是来提供教学品质。但对不起，我还希望端边有可以举份实，就是实际说，企业真的不会想在这边可能节省一些人力成本或之类的，请端边有可以举证，因为我帮您自己举个责任。再来，他先说到，再来他就说行政就是行政效率的问题。行政效率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告诉我方说，我方的行政效率可能在一些经费上的可能可能会很低落之类的问题。但对方并没有告，就是我方想知道是那些效率到底低到哪一种程度，我方真的不知道。真的低到说可能要买一台，可能要买一台机器，拖了20年都没有买嘛。对方并真的不知道关于行政效率审核这部分，而且我方认为如果行政效率层层审核下来，更加严谨的可以确认说。这个东西是确实花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确实在我在政府评估下，这个东西到底对于可能对于整个学术环境来说，到底是不是有用的？层层评估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买的时候再买，为什么对方没有？为什么不行这个地方？再来，他就说到冷能科学问题，对方就告诉我说冷能科学小很厉害，但是我方就已经说到，可能关于那个台湾大学生台大那个糯米器教授的那一篇调查，我们可以知道，可能关于我们以为很公平的升学制度，其实在。可能可以体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公平，可能是体现在，可能是体现在贫富差距或阶级的问题。我们可以教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方觉得是非常值得去重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国家其实都，尤其是在我们国家，都越来越想改善贫富差距或阶级，就希望可以解决他的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如果被重视起来，不是更好吗？对方辩友，我怎么觉得这种东西不重要？还请对方辩友再继续论述。再说到对方辩友说，可能有需求就会有供给，没错，可能学费确实是一个吸引他进来的理由。但是我们要先想想哦，我如果请一个教授来上课，我干一个可能大家可能对于现在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的，像是可能哲学系或人文学系，我公司盖一栋大楼，要花的钱就已经是不菲了。那些学费到底能不能回来？就是学费跟他所花的成本在那些东西的情况下，能不能米平，甚至可以赚钱？我方这一点。也会严重的影响企业到底要不要来投入这一块市场，所以我方也认为，这个地方之下，等人科技消失，其实确实是一个弊害。然后再回到最后，我方认为，公共化情况下，我方认为其实教育就是一个，公。请反方一辩上台质询。您要说多
他们是不是请问他们是不是只是说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本就有的学科？不，日本企业，他说日本企业在政府的背后一直不断说他不想要，他觉得那些人产值低的科技，他就是说绝对于那些人文学系产值低，他就是不想要保留住一些学科，他就说他要废止那些学科。他只是想保留住一些学科。是保留住是什么？就是暂时不想让那些可能这些认为没有产值的学校被废除嘛。对，没错。好，所以说我方现在是会因为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可能去废除一些社会不需要的，然后去创新一些社会需要的科技。那所以你怎么能说这个是社会不需要的？我告诉，我让我讲一下，人文学系，就你举历史系好了，历史系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从古今，我们从以前历史可以了解到有成功就会有失败。不是，不是，我方这些是这些。有这些科系对社会有没有帮助，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但我们先确定，就是我方。但是这样子，你也说可以再讨论这些科系有没有帮助，你方也不能否认这些科系对社会确实是有贡献，只是在你方对你方企业之下不查这些。这些科系到底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吗？后面我就觉得台大骆明庆教授那篇调查，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对于一些阶级制度、一些阶级的问题。张彪，张彪，我方这么说，如果说这些东西这么重要，那在我们市场化也不会消失嘛？不，如果说在市场化说有人想读的话。就是它是很重要，所以自然会有人想读嘛，有人想读就会有市场，那大家自然就会看这个科系啊。没有没有，对，您刚说到企业，我想要什么人，我觉得我企业今天是发展理工方面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谈这个？我今天学校满足不是企业，是学生的需求。那我先确认，我们双方都会有想要追求这些科系的学生嘛？那所以说，如果说在您方科系，那在我方双方都有想读这些学生的话，那自然我方的企业学校也会去开设这些科系，对我方也可以满足社会，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嘛？企业就是不想要，所以请问您方可以举证说，您方什么时候举证说企业不想要了？就我帮你举日本例子，告诉你企业根本不想要。那企业不想要的原因是什么？对方没有符合社会需求吗？对方没有，你听我讲一下。既然我帮你举证，告诉你说他就是不想这些学习，您方说如果有市场就会有需求，那在双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举出来，知道说他就算有需求，他还是不想要开。今天如果只要是他是有说是有人想要读的情况下，他又去废止吗？他有这样说吗？对吗？我合理想。对啊，有这样子吗？对啊，我合理想变。我合理想变，日本那么多人之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想要读人文学系。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告诉你。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没有办法成立的。然后第二点是告诉我们说，冷门科系的部分，其实
冷门科系都一把一直把企业跟学生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先确定，多数的学生想要进入那些什么企业需要的科系嘛，所以这些也是我方论证符合社会需求。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仍会有少数的学生想要去读一些文史哲，或者说甚至来讲，可能家里比较有钱的学生，他就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做一些选择。那当这些有人想要去读的情况之下，高妙还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科系会关闭，或是说高妙其实利益之相近，就是没有办法论证到说真的有这些科系会去关闭。所以其实高妙今天能论证到的部分，只有告诉我们说有科系会减少，但是减少必然是一个弊害吗？不是的。今天你浪费一堆资源去空开设一堆有没有去空开设一堆科系，不如把它精实起来，减少到剩下一家或是剩下一所，拥有这个科系。一样可以培育人才，甚至因为你少去投资，就是你少花钱资源去投资那些空开很多科系，你可以把资源更加的集中，对这个科系本身也有更大的注意。所以其实都没有在偏科的问题上面，并没有办法去就是比较出来说为什么我方第一点是没有办法告诉我说为什么我方会有消失的问题，第二点是也没有办法告诉我说减少为什么是个弊害，更甚至我方提出来说减少更能精实可以使资源集中。更能帮助这个科系的发展。来，回来看一下我方的今天论点。我方今天想谈就两件事情，第一点是符合社会需求，第二点是告诉我们效率的部分。第一点符合社会需求，中央表并没有进行说，并没有进行攻击，他也其实他在论证冷门科系的时候，一部分也论证我方的论点，他只提出了一个告诉我说，为什么我方世界底下不能开新科系。他是认真说为什么在公化底下不能开新科系，但是我方讲第一点是对方没有实证告诉我说他方世界底下有开新科系，第二点是我方更甚者有实证还跟他说他们有推论说因为底下有他们可能会有自不盈亏的压力导致之间的区别，所以今天都没有在没有实证没有推论底下就想空有一句话说为什么我方不能开出来挑战我，其实没有对这个论点造成伤害的。第二点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会有所谓的效率的提升，那没有想企图用对预算的审核的精细度来挑战效率，但其实先确认一点是他对效率本身并没有质疑，他不是说你这过程不效率，他只是对效率体现的利益有造成质疑。请正方二辩上台质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张文涛。你刚刚比较主要分两个，第一个是你刚刚认为，其实到底老师在两个者世界底下，你刚刚是问。第二个的是告诉他是，这对于那种对于资源来说，你方觉得你方在比较之下，你方可以更有利吗？先确认是我方运资源运用更有效率，不管是时间或者是说可能在。我先跟你确认一下，什么叫做浪费资源？什么叫浪费资源？你方觉得什么叫浪费资源？浪费资源是花在不必要的地方。什么叫是你方想要公开一堆科技？我问你，你方觉得贫富差距重不重要？重要。你方想好，那我用就说，再问我请问你哦，区域发展很重要。如果有的科技专门在研究这两者东西的话，那这个科技却被裁撤的话，你刚刚我觉得当然。你注意到第一点是我刚才讲到的是，一定会有人想去读这些科技，所以它不会被裁撤。所以你刚刚不对啊。如果那这样的话，你方仅仅是告诉我说，他有人会有这个，因为我方就很难想象。如果我要，今天我家里很有钱，我就举证，你看这样告诉大家是日本，他是裁撤这些科技。哦，日本刚刚谁能想象？日本资料可以拿上。其实我刚才接受到的是说，我刚突然想到日本全部不会有人读这个，然后他不会去读这个科技啊。对，庄淼，你刚才只是想到说日本有83%的科技缩减，然后告诉我说有些人甚至建议可以把它废止。所以今天突然你看资料是，有些人甚至建议说可以把这些科技废止嘛，对吧？所以其实。今天第一点是缩减，我方承认的确缩减。那我确认，你方也觉得缩减就是差距能测，缩减是资源差距能测。不会啊，我刚才甚至全是缩减是一个例。好，那我先问今天教师的问题。是。你们刚刚讲说两方都能够保证，就是今天做得很好，两方都能够保证，对不对？对。那我刚才请问一个问题哦，一个兼任老师，一个专任老师。他能力是很优秀，不会，兼任老师，专任老师的能力比较优秀。为什么？因为兼任老师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优秀，所以才去当兼任老师。为什么？你们这个差距怎么比？为什么会有这个差？你刚才讲不是兼任专任老师？我跟确认一下，你们世界底下对于兼，譬
但为什么会有兼任老师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才或许没有那么好。为什么？为什么这人才我觉得很好，就一年一聘？啊，要不然你挑一直聘不好的人才留在你公司吧。我想问的是，就算这两种人，我先假设，就算这两种人能力都很优秀，好了。或者是你的假设就是不成立啊？我觉得那为什么？那为什么？就是不会好的人才，他不会去当兼任老师，或是相对应该说，因为已经说好的，我说退过来说，万一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不是，是指我这种。那我跟你解释，这种情况，就假设这样，假设很优秀的人都分别当了兼任老师跟专任老师来讲，好，他假设他要去进主教授这个位置，是，他需要，这我方不是一开始只能，你刚才讲论文对不对？其实我方想要讲，其实不对，没有市场化，那我看。他是讲说市场化的情况底下，企业会照论文去讲完。如果他举证的话，市场化情况下，企业会照论文去评比啊。对，没有，让我讲。其实企业想选有能力的人，是不是认为说论文没有办法评价能力，对不对？对啊，不是，是在我要做这个论文的情况底下。不对，我想讲的其实企业反而是一个更自由的选择。像我刚刚讲，这种选择，其实他不一定要论文。像刚刚有陈刚没有你讲，其实他也想选嘛，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所以他也怕说，万一兼任教师中有我没有我忽略人才呢？难道他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吗？所以其实他会设计一个更能提拔兼任老师之中，可能会有可能被隐没的人才的机制。反而是你刚刚好了，你刚刚怎么举出一个实证，告诉他是真的有那些企业会用不，如果真的有那些企业不用市场化，企业会用。用市场化，这企业在市场化的情况下，不会用论文作为他的那个生存依据。我方确认没有问题。然后我先告好，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今天像是其实以台湾为例，他单纯以那个公共化的时候，反而是以单纯以那个什么论文数量来评断一个老师的优劣评鉴。但是我方看一举南华大学为例，他说其实他南华大学评鉴是用论文。不是他不是用论文，他是去想他去因为我们这个举证的话，就是会有企业化，就是企业真的会这样做。谢谢同学。第一阶段比赛到此结束，本比赛就宣布比赛将于零响十三分钟后开始结辩阶段。
便上台作结。各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如果市场化或公共化之后，双世界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在市场化底下，有我方的判准就是说，我希望大学恢复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双方今天的共识。那时候我们再比较一下市场化或公共化之后，对于整个社会的整体的进步的发展，还有对于什么权益有受损的实际长相或者想象的长相。在公共化市场，在公共化世界底下，我方承认，可能或许可以保存一些我方市场化保存不到的科系。我方但是先前言，只是它可以保存一点科系，然后他们认为保存这些科系是有价值的。然后呢，他们世界底下可以保障一些可能工作效率没有那么好，或者说可能能力没有那么优的教师的工作权。其实我方可以承认到这点，但是他今天这些对于整体社会有所进步吗？我们一来看，首先对方没有想要保障的那些就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教师的工作权，其实对设立是对整体社会来讲是没有所谓的进步，没有办法促成整体社会的进步。当你让一群不适任的人留在他不适合的位置上，或是说你没有一个汰换机制去逼他精进自我的时候，这社会会进步吗？其实并不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偏科的问题。对方没有想讲的就是他会保存一些科系，对，就是这些可能会有很有意义的科系，然后对整体社会有贡献的科系。但我方想讲的就是，今天就算第一点是不一定会可以保存啦，或者说就算你可以保存，其实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只是把这些保存的钱、保存的资源拿去做一些创新，所以。今天都没有认真去比较说，我保存了一些科系，或者说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我要保存，我势必必须浪费一点资源，那我就不能去创新。所以都没有认真去比较说，这个保存跟这个创新对于整体利益带来的，对于整体的社会哪一个带来的效益是比较大的吗？其实并没有。反观我方想讲的就是在今天这个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我方效率运用得更好。什么叫效率？就是指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什么叫浪费金钱？譬如说，我们一分钱能做出10分的成效，这就是效率。或是说，我们收取这些学费，我们就可以做到比对方更好的品质，这就是效率的体现。都没有试图用都没有在行，的确我们承认说，在行政时间效率这部分，可能或许跟他们讲的那些谨慎有关系。我们姑且不提他那个政府所谓的谨慎的结果是不是还养出一堆蚊子馆，这个就是政府其实他层层审核之后还是会有一些蚊子馆的出现。对，是政府究竟谨不谨慎，我们姑且不论。好，我们先承认，假设对方没有真的想要用这个跟我们抗衡。好，那在顶多就是在时间运用、行政效率上面跟我们打平。但是我方想讲效率不止这个，可能是师资上面的效率、汰换的效率。我的资金只给我的师资要发的那些钱，我只给最优秀的人才，这是不是效率？对方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今天我在资金运用上面的效率，比如说我盖一个新的大楼，它所带来的建设，或它所带来的效益，或者说对方没有，其实政府在做一个预算的时候，它的评估不见得是会比企业还要来的精准，对方没有比较吗？其实并没有。或更甚者，我们来讲一些。可能是教学资源上面的投资，或是说一些科系的并合，或是过去试图去洞悉市场的机制，试图去洞悉市场的走向，来达到课程的精实，都没有比较吗？没有，都没有，只想企图用一个我时间拖比较长，但是我可能比较有品质，来企图才一企图比拼，但其实并没有比拼。整体来讲，我方第一点是确认说，我方在效率的部分可以对整体的社会造成，也就是可以对整体的社会的提升。它的竞争力造成好处，所以这点是我方可以确认的。第二点是告诉对方没有说，我们可以迎合社会的需求，带领整个社会前进，或是说使得社会的人才可以学有，就是学就是可以拥有社会怎么讲，就是指什么整个社会可以拿到他需要的人才，企业可以有大学培养出来的企业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企业所需的，这方面也是一种对社会进步的体现。谢谢对方，谢谢。请正方上台作结。
谢主持人大家好。对方没有刚刚结辩的时候说，他们认为自由效率这件事是非常好的。好的，他们才认为市场化之后达成的效率非常大。只是我们知道，我们每做每件事情都有利弊，一定有利也有弊。我方就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这些一味只有效率的话，不是和弊病到底有多大，那是两块，也就是我方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兼任教师的问题，对方没有说他们认为兼任教师是他们认为兼任教师是他们认为。那种所谓没办法去精进自我的教师，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最后我说的是恰恰的发生，为什么他没办法精进自我？他为什么没办法跟其他人去进行比较，去进行竞争？原因是因为，就算他真的想要去认真的想要去跟别人比较好了，他资源上面的差异就他资源上面的差异是那么大，他没办法有自己的，他没办法有自己的固定的实验室，没办法有自己的固定的经费去让他去带领研究生。而且我刚才举出资料告诉大家是。在市场化的情况底下，这那些评比，这真的是会到论文的发展速度，或者是其他种种企业想要的东西去比较。我方承认会有这样没有说是这种可能性，不管是他用企业方式，或都会有企业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比较。这我们举证让大家是，我方就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世界，他是用论文或者是那种方式去评价一个老师的好或坏。就说如果我在这种情况式的情况底下。资源上面不平等，再加上原本先天上面的差距，就算他真的想要去精进自我，想要跟别人比较，想要去达到刚刚所说的那种好的效益的话，在他们底下反而是万万不能去达成那种刚刚所说的那种好处的。我们来往下来看，第二个追求效益造成的厉害，冷门科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偏差或者什么。因为有时候我方没有比较，冷门科系好像是也比较厉害，就我方就举证告诉大家，刚刚有说有需求就恭喜。只是我方这边资料，日本它在其实高度自由化的情况底下，就真正的把那些人文科系给裁撤掉了。我方出来想一下，全日本没有人想要去读人文科系或者社会科系，只是在实际情况底下，真的是他们就是为了迎合那些企业而不去看一些科系。而对方没有说这样的话，我方对方没有说，如果那个对方没有说，我方没有去渲染说，如果这些科系。发生厉害之后，发生的厉害会有多大？对我们当然没有举证，当然没法举证的话，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这些科系，它的厉害多大？就是我方刚刚问的问题，就是那如果贫富差距很重不重要？如果贫富差距很重要，如果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某种价值很重要，那科系专门研究这种价值，那没有为什么跟没有在跟没有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个科系如果是研究很重要的价值，应该被废除，而且这种废除效益还很小。往下我们来看。就算我不谈大学里面变化怎样，我们来讲到产业好了。这对于每一种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说，产业的口味是会变。如果今天像对方讲说，他现在认为他看到的东西不重要，可是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代表这个东西以后就不重要。就是说，对于冷门科系来说，如果他是研究一种在学术方面研究一种很重要的价值，那对他产业来说，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地与力到底是多少？都没有人把它废除的话，我反而认为这是追求效率所造成的弊害。而对方没有也刚刚前面的时候说，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创新跟保存下面这两种东西的弊害。所以我刚才告诉大家，为什么在我们身体底下还没有办法创新啊？都没有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资源上面、行政上面会有落差，所以都没有从头到尾告诉我，为什么在我们身体底下资源效率却比较差？或者是我们就没办法去创新，去企业、政府东方化的思想底下，政府就没办法去创新，带来更好的效益。方不明白，反而是在保存冷门科系，跟对于兼任教师来说，我们更可以去对于学术环境、产业环境，甚至带来自己整个社会环境有更好的帮助，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环境有更好的利益。我方就觉得，毕竟都没有看似表面追求效益，但实际上却漠视一些人权利，甚至是败坏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我方觉得，反而公共化是一个是对世界下更好的发展。谢谢。
拨给那一些厉害的老师，那这一些不厉害的老师，他们就没有办法翻身变成厉害的老师，他们就要南北往南北这样跑来跑去，最后的结论就是他们永远都是不好的老师，而且他们的条件就是很差，所以这时候对这些兼任老师来说，确实好像是一种伤害。那你们的老师确实会比较好啊，可是你还是没有解释到说他们的状况底下，那一些兼任老师确实会不好。所以我觉得在政党双方劳动权部分上面，能够接受到的事情是，你们的状况底下，兼任老师的劳动权会非常不好；你们的状况底下，专任老师的劳动权会非常好。可是就结论在这边，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就是正方对于兼，就是你们厂商对于兼任老师的想象，跟我自己对于兼任老师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但这是我自己就是旁边的事情，这跟这个厂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其实比如说像以东吴来说，东吴就很常聘兼任老师来教学生。可是兼任老师他之所以是兼任老师，不是因为他的表现不好，而是他就只是无聊没事做，想说赚万块所以来兼任。他可能本身有一份自己的正职，比如说为什么东吴法律系大家会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因为法官在对面，他们下班后就来兼一个课。那他这种兼任的老师，他可能就不需要说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或者是他也不需要什么做研究的经费，因为对他本身来说，他今天当兼任老师的意义就不是要在做研究或者是什么，他就只是来上课。那为什么政府会想，学校会想要聘用兼任老师，而是看在他在实务上面有一些厉害的长才，或是他本身自己在另外的地方有自己做一些这个评论或是什么，觉得他厉害，所以把他找来这边上课。就我觉得兼任老师好像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就是他真的就是为了研究而研，为了成为一个厉害的专业老师而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你们一定要去讨论一下的，还是说你们讲的其实是那一种比较后，就是比较后面的那种老师，可是他可能不是最顶尖的那一种。对，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反正他在这个部分上面还有另外一份资料是我觉得怪怪的，就是你们一部分去讲说现在对兼任老师的这个权益会变少，可是你们另外一份资料你们的主编讲了很多次，就是你们又说现在如果变成市场化的状况底下，专任老师会变少，然后兼任老师会变多。可是兼任老师变多听起来不就是兼任老师的机会来了吗？可是你们又一直说兼任老师的机会通通都被剥夺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怪的，就是那份资料跟他们后面的论述是对不起来的，可是反方又一直都没有对这个部分地方做拆解，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在兼任老师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后接受到的结论就是专任老师权益超好，然后兼任老师的权益超差，就仅此而已。所以这场比赛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还有就是反方在于办学效率部分绩效好或坏的地方，那我觉得在绩效好的部分，好不好的部分上面，就是确实好像反方可以做得比较快。那可以做得比较快，你们的说法好像是可以比较省钱。那对于正方而言，你们对于这部分的攻防就是好像不需要做那么快，层层的审核也是一个比较还蛮不错的方式，可以把钱确定用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上。但我觉得在于绩效跟这个有没有浪费时间或是浪费金钱那上面，你们好像你们的讨论
打比赛，你是在跟对方打比赛，但我觉得打比赛的用意是让你要说服听众。那这个听众当然包括底下的各位，或者是包括你在其他场合你想要说服的对象。那在这场比赛比较，如果你要赢得比赛的话，你想要说服的对象就必须是底下三位裁判。那所以如果是讲个说服的过程的话，我个人就是很不乐，就是很不建议就是介入行政，又或者是有行政这件事。那详细的理由你可以去看我的裁判准则。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在论点的设计上，或是在你的用字遣词上，有或是在你们的作风策略等等的，如果会如果对我而言会产生很大的反感跟抗拒的话，都会影响到你们自己要论证的东西，或是你要传达给我的东西，然后所以就对说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如果我们对辩论要讲求说服的话，你们就是如果你单纯就逻辑上，或是就一些程序上去要求对方，或是把就是做一些很技术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对各位的注意，或是这个活动的意义本身是有限。那这个是我个人对辩论比赛的一些心得，所以这个先话先说在前面。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场比赛很明显的就是反方你们带给我的反感比较大。因为你们虽然要打四场的话，可是你们如果有录音或录影的话，然后你们回去听你们听比赛，你会发现虽然你们讲。今天讨论的是高等教育，或是讲大学教育，但你们每次这个主持，你们通通给他替换成企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我们在讨论这些多么的荒谬跟吊诡。就如果企业跟教育本身挂在一起，或企业跟大学本身就挂在一起的时候，那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质变。那这个质变会不会脱离了我们对大学的想象，或我们对大学教育的追求的一些初衷？我觉得就很大的程度就会考验。就要看裁判要不要这个时候介入行政。那在对我而言，就是大学的教育，或者你在讨论大学的时候，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它，就是那它就会变成是一种职业训练术。那在这个在这样前提之下，正方有一些我觉得有意义的回应，反方比较去做，就比较没有正视它，就是你好像觉得你在逻辑上都站得住。因为你们的定义是这样的定义，所以用你们样的方式去回是有效的。可是其实正方去问你们的问题的时候，是用另一种方式，就是去用他们是用另一种定义或另一种对大学理解去做出发，而发展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在两个不同基础之下的问题，你觉得你觉得你还是自圆其说，可是你的自圆其说在他看来就是这个处处不通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双方就需要去各会针对双方的基础去做。那我怎么跟他们讲？就是其实今天这正方其实你们是打得很好，因为你们没有针对他们的基础做挑战，你们只是刚好你们的基础、你们的论证的基础或你们踩的那个价值观，在我看来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对这个题目的想象，或比较符合社会通念，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双方都各执一词，没有更有效的比较的话，那我会觉得你们的说法比较具有说服力。可是这样的说服力只 maybe 只是刚好你们站在正方。或是 maybe 刚刚你们讲的一些话是比较跟我的这个想法或比较近，或是刚好对方讲的话离我的想法比较远，那这个也不完全是来自于你们的这个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后续要这个注意的地方。那进入到这场比赛的论点，在正总归来说啦，就是论点细部位不多做交代。总的来说呢，正方你们看中两点，第一个是冷科系会消失。那第二个是你们注重老师的这个权利，又或者是注重老师的工作权，那当然这也跟对他影响的教学的品效有关系。那么这个那正方反方呢？反方在意的大标题是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大学教育应该跟社会有所挂钩，就是他反映的是社会上的需求。好，那这边这个时候我会第一步出产生一个问题，就你们要如何定义社会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在你们的逻辑里面，因为你们已经市场化，那所谓社会的需求，其实就是市场创造出来的需求，它就是反映市场的需求，它就是反映在绩效，反映在价值。那这个价值又是很限缩在可能就是赚钱、资本主义的那一种理解方式。所以你们首先，你们因为你们立场的关系，你们对于社会需求的理解已经是限缩了一块。这个点在正方其实也有类。就有做类似的挑战，就是你如何去定义什么叫做浪费，你如何去定义什么叫做不需要这件事情。
懂吗？因为有时候这个如果科系就算减招之后也无所谓，因为社会上就是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来念这个系，不需要这么多的系来开设，所以我就算只有一间或只有两间少少的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正方的疑惑就是，就他在墨子的时候疑惑就是，那你如何去理解这个叫不需要？你如何理解叫这个叫做过多？如何理解这个叫浪费？就这个都是针对你们最基础的那个东西去做疑，去做挑战。那回过头来到用你们的逻辑去解释的话，就会变成因为这个社会不需要，那就会有套套逻辑。那我的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不需要？就是因为里面就讲白了，里面哲学系出来，里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系出来不好找工作，因为它没有对应到直接的某种相关的生产性的技能，它没有生产力，它唯一能生产的可能是论文，可能是知识，而这样的东西在你们看来就不具有价值。这个东西在正方系一再强调，比如说如果冷门科系的萎缩或消失会发生什么事情？一辩的时候跟后面都一再提到那个人名字叫骆明庆，他在台大做的那份资料，他们就在一辩的说法是那份研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16年的追踪才做出来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他发现念台大的人，就是有那种，或者是即便我们在念那个公共大学、公立大学，它有存在很明显的贫富差距，有很明显阶级化的问题，那有阶级复制的问题，而这样子的问题虽然。我觉得你们没有明讲，你们后面，然后但套到今天的反方就会变成是这个问题，其实不会是企业所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企业愿意花钱去找出来的问题，因为企业不 care 这种事情，所以在正方的理解里面，或在正方，如果你们理论上正方要往下打的话，就会变成是，在市场化之后，因为企业唯利是图就赚钱，所以这种。东西我不要论，我不，即便我不需要论证到它完全灭绝，我只要论证到它会萎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知识上的损失，都是一种对求知的损失。因为你们在反二手则的时候问了一个很明确的问题，那个问题在我听起来非常的刺耳，它叫做：你可以举证这种知识未来消失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弊害吗？你有没有办法论证？你有没有办法举证？好，就如果今天台湾没有那一份骆明庆的论文的话，台湾会变成怎样？你有没有办法论证世界？这在我听起来就很讽刺，就是很多的东西，他可能没办法真的去举证，他会换算成多少 GDP 的损失，他没办法真的举证，我会换算成多少工作机会的丧失，或是怎样怎样这样的东西，就是，但不代表这样的东西没有价值。举例来说，古迹有没有价值？它有价值，可是古迹站在那边，我把它拆掉，把它就盖成 shopping mall 会更好，就是如果有这个市场机制的这个逻辑的话，它确实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那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保存古迹？因为有些东西的价值是不能够被化约为金钱，或不能够被换算。它的存在本身就有其价值。那可能对古迹也是文化价值。那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有些人可以说没有了，还有观光，观光就有观光收入。不过这个就不讨论，这个不是重点。总而言之说，所以今天如果双方采的这个对于价值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到底我们对价值的方理解方式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那双方各采一种立场的话，对我来说，那无疑是欢迎我介入新政的这种说辞。所以我的理解里面，价值应该要多元，这个，所以不应该只用这种单一的视角来理解今天的企业。所以我用这样再进一步往下看，反方你这样讲会产生什么问题？就是如果当你们把大学当企业的时候，那企业要卖东西。好，他卖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要卖这个东西？这个是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会对应到就是，到底会不会有科系因此而消失？我们先不谈正方举证，我们就直接就最后面的逻辑来去论。你们认为，这样的科系的萎缩不是问题哦？因为只要或者是这样的科系也不会消失，因为只要有人想念，他就系所就会召开。你的意思就好像有需求，市场就会供应。可是这样的攻法，其实正方有做一些回应。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是可能跟规模有关，就是比如说我盖一栋楼，就是我盖一栋楼给这个系的上，可是我招一些师资，它有它的固定成本。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未来的收益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固定成本的话，我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系所？懂吗？所以念的人数多少可能还是有影响，这是其一。那其二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就是在那个正方的时候，还有一句说，就如果我们今天把在大学理解成企业的话，那变成是很多企业，他可能就在开设大学的时候，不是未来要为我所用。好，那这个为我所用，想当然的，我开设的系所就不会是哲学系，就不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系。所以，就算社会有需求，好，我不想赚这个钱又怎样？就是潜台词就是这样，就是我今天又不是说你想买红茶，我就一定要生产红茶给你，就是想生产红茶的人去生产就好，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生产？那或者是我今天身为一个大学，或者我今天身为一个资本家，我想要开设一间学店来赚钱的时候，你会想开什么店？不会想开哲学系嘛？因为你开哲学系，你就知道这可能一来是没什么人来念，二来是他们毕业之后可能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就不是什么杰出校友，不是什么杰出校友，他可能就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回馈给这一间大学，不会捐款给这个大学。所以总的来说，你身为一个大学或身为一间企业，他是本身想要经营哲学系。我觉得这种想象就是这个比较殊难想象，所以在逻辑的推论上面，我可以理解简招本身或者是灭绝本身可能是有问题。那再下来就进一步就是看日本那份资料，可是那份资料，其实双方其实有所争执，因为就我的理解，日本好像是个公共化的地方，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日本因为现在市场化，然后所以有很多人就想要把大学给灭掉，就听不太出来。好，这是在举证上面双方有吵，所以但这个这份词至少在实证上，它在前额线的效果是有帮你们加到前额线分数，可是因为那个今天加到前额线分数，是因为反方要你们举证，你们确实有举证，然后所以有举证有加分，可是到最后的效果就变成那份叫打糊，那打糊之后同样的也会可能会反映到反方的基础分数，就是所以总的来说这份举证就是就在今天双方在举证上面，我觉得都没有很精确。那我们讲完正方的举证，讲反方的举证。我从头到尾一直很想吐槽一件事情，但正方有做，就是你们举的南华大学的生死学系讲那个，你们要论证你们多元性的利益。南华大学现在是台湾的学校，它虽然是私立大学，可是它一样是公共化的利益，你懂吗？台湾现在到底是公共化还是私有？我早上给评了一场，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的理解啦，就是什么叫公共化，什么叫市场化？就是台湾的大学教育，我们现在就讲台湾大学教育到底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不好意思，是公共化，就算你是私立大学也是公共化。为什么？因为你的学费一样受到政府的限制，你有很多的法令一样受到政府的限制。现在东吴大学、辅仁大学一样要受到大学法的管控，你懂吗？所以它在国家在大学教育、在高等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很大的程度也绑架着这个私立大学。所以这个不是说私立大学就这一定叫做市场化。那也不是说这个，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也未，所以你们真的要举市场化的话，可能要举其他国家的例子，或举有松绑的例子，韩国就是一个，美国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例子。所以你们一直举南华大学去论证，我其实心里会有一个疙瘩，就觉得这个利益好像不是你们可以去做举证。那这个多元的这个例子，有两件事要说明，但举证就先算了，就是。多元这个东西呢，正方也说，政府也可以做到多元这样的事情。OK， 那这个所以没有有效的回应，就是为什么多元是一定要市场做，政府不能做？如果要迎合市场的话，政府可以迎合市场。那如果最后就是比效率、比快速的话，那就进入到市场的逻辑。那进入到市场逻辑的话，我刚刚讲了很多，所以在这个面向上面，我觉得反方你的论证对我而言都有一点遥远，难以说服。那回过头来看正方，其实你们在冷门科技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得点的成效，其实也微乎其微。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冷门科技其实很多程度是我这个自己脑补出来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微乎其微。可是我觉得正方唯一仅存的利益，我个人觉得是在他们在论证老师的学历这件事情上面。我跟郑宇轩看法不一样，因为我所谓的兼任教师，就是确实有你们说的那一群，也有他说的那一群。那可是你们两个讲的群体是不一样的群体，就兼任教他其实就是一种制度。那我可以聘请这种退休人士，我可以聘请闲闲没事做的人来，那这个是一种好处。那我也可以作为一种 cost down 的手段。那你们讲的反而比较像是 cost down 的那种手段，所以我就不冲突。那你们讲那种怎么叫舟车劳顿到底是不是一个弊害？老实说，我觉得是舟车劳顿到底是一个教学资源的，它可能不叫教学资源，可是它就是让你跟其他的教师站在不平等的竞争的条件下面。
那你要在什么叫舟车劳顿？就是现在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博士生，他们可能要到处去兼课，他可能今天在世新教书，他明天要跑去中正教书，高雄的中正大学在嘉义的中正大学教书。那这样的跑来跑去，叫他们或者叫他们说，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可能要到下课时间要去车上吹冷气。那他要讲，但当然你们可以用这样的逻辑去说啊，如果他真的是优秀的教师的话，就不会是兼任教师。可是不好意思，兼正方讲的事情是，这个兼任教师他想要精进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他想要花更多力气在这方面的时候，他竞争的对象是那一群有办公室、有教学资源、他有完整的时间可以支配的那一群专任老师。那你要如何去挤那个专任老师的缺？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困难。所以如果最后要反映到教学上面的话，他们觉得在市场化之后，这种比例会变多，所以他不需要。所以当然你的手机有去做这样的挑战，就是这个啊、现在公共化做兼任教师，这个地态不是他们所不想。可是今天其实这个对我也是无效的挑战，因为正方要做的是这个，如果你也认为这是弊害的话，正方只要认真到这个兼任教师的数量会变大，这个程度会变得更严重的话，那正方就有论证出有更多的弊害，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不想要市场化的。所以综上，在兼任老师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反方有成立，然后但是这个也因为中间已经有经过诸多的攻防了，所以这个那简短的交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最后结论我是多一分判今天的正方，有问题再问。Thank you.
系是不是人文科系延缓，那更重要的是他们挑战人文科系如果减少了这些人文的科系会怎么样，跟如果很多教师受到这个待遇会怎么样，那这个地方变成主要要求正方要去论述跟说。但其实我觉得前面讲的那个问题算是正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你们正方怎么去解释你们的论述的那个跟你们直接关联性，会我觉得是那个正方论点就论点本身的问题。那反方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们一辩稿听起来，其实乍听之下其实就是两个部分，那你们两个部分呢各自有一些细部的小。那对正方直觉起来，怕是他一口气变成四个点，变那么多，是你们那个没有什么合理的讨论的必要。其实就是对于你们而言，你们觉得市场化的典型关键特征就是它会符合市场化的需求。那理由就你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的解释模式啊。那其实反方只要选择成功的选择其中一条取径，就把它说明市场化会尽量偏向这个类型的特征。比方说，它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供需的原则。大家想念什么科系，那他就会开设什么样的科系，有什么科系作为需求，他就会保留什么样的科系，或删除某些不需要的科系。可是其实，在正方的这个讲法里面，看起来好像很市场，就是，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地方跟市场的直接关联性，跟公共，就如果你们讲有需求，他就会填。那对于公共化，这虽然是市场化，感觉好像是市场化的特征，可是它直接典型的跟公共化的具体隔绝差异。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当作市场化的特征，反之就是公共化的特征就是不会去考量大家想要念什么，那大家不会去考量哪些这种课程重点，不会以大家的需求作为主要设计课程或保留科系的考量。那这是你们所行作公共化的特征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们要重新去挑战，你们所讲的科系的区别的这个类型。如果你们直接把这当作一个区别类型的话，那其实你们根本自始至终，要么你们就完全没什么好否认科系会变少这件事，因为对嘛，所以你们市场化的结果就是一定，如果这有个科系需求就会比较少，这科系一定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或是系别会开班的数量也会越少。那久了之后，它会不会就变成没有人要开？因为它还是有成本问题，就是就像有的人会需要某些特定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如果不达到一定规模的话，商人基本上也不会提供的，因为生产这些东西真的有一个基本的固定成本。这个应该也是市场化考量，就是所以你们在同时。在挑战你们觉得一个基本的框架逻辑，就市场上需求越多的，那市场化就会尽量去迎合；相对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那这些照来说，市场化就会尽量远离他们，或者是不选择那些东西作为提供的模式。可如果你们在整个科技的攻防上面，就又要主张啊，这是科技不一定会循环起来，就是你们不需要做这个挑战，因为你们的前后阶段，其实都不在后阶段。反方也几乎都是挑战说，那你后面那些科系其实就算关起来，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它其实就是社会上里面相对不受需求、不受重视。唯一尴尬的就是你们有没有需要去处理后面正方所讲的，因为你们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正方所讲的那个，就是有的看起来好像很冷门，投资报酬率很就是很难以估量，然后花时间很长的这些科系，在如果这些科系会消失不见的话，那会不会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做到？比方说像反思计划，会不会有没有办法做到？那其实你们要么就在这个地方做其他方式的回应嘛，因为其实这些服务的提供或这些研究的提供，需不需要由大学来负责，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或甚至在大学的部分里面，你们市场化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也支持了高等教育里面的教育的那个。就是简单来说，大学里面教育的那个部分，可是身为一个大学，本来就不仅只具有教育的那个部分，也有做研究的那个部分。我要在教育的地方提供市场化的科系安排，那我在我的研究人员里面，可不可以有研究这些实际上有长远投资报酬？因为这些跟市场需求无关，因为这些地方的需求是政府的需求。我如果我可以满足一个政府的客户，我一样可以提供这个研究类型的需求。
就是其实照来说是完全割裂。是反方在处理这个地方方法应该是，你要至少要回应上面直接贯彻你们自己所想要的市场逻辑，而你们再去结果面去想，假设这个世界一如正方反方所讲的那个运作模式，这些问题难道真的会发生吗？它在这个社会底下是不是有其他解决因应的管道？其实照来说是可以想象，那只是说反方接受把对正方的攻击物简单说明之后，就是对于正方的攻击基本上就要归类成是没有需，其实回到攻击法则类型里面去说明，没有需求的科系才让它消失，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危害的关系？但其实这个问题尴尬，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正方就已经举了那样的例子，那你们在那个例子上没有回应的话，听起来正方确实是有说出这个类型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用一个很我觉得相对间接的方式去说明，有一个看起来很好的计划，就是反省。其实他们也没说反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多了反省这个计划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因为那样的研究而来的，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知道。但他确实好像是为社会上面具体改变的事物贡献了一份心力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了他们所宣称的那些人文科系，虽然我也不觉得那些他们所讲那个科系是属于相对人文的科系，也感觉不出来。但总之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有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早的时候，正方就已经算是做了某种程度的回应了。那你们在教室那个部分的攻防，其实也是属于反方对于正方的说法，就是直接用很结果论的方式去阐明，就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好的教师，那他本来就会受到这种待遇。那如果他是不是那么好的教师而受到这种待遇，似乎好像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市场化经营的一种核心逻辑，就是把最好的资源投注给我最好的员工，或者是投资给我最好的老师。那其他的教师相对的，如果想要争取这种待遇，我就得要在更艰困的环境里面，然后用更高的动机来争取这样，那才可以产生一个在市场化底下的一个竞争的基本关系，来成就更好的教学品质。照来说应该是长这样，但是其实你们就是说，那这些老师这样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有点尴尬。就是反方应该，因为其实反方的论点应该是相对简，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很简单，做事情都丢回市场关系里面去解释。其实照我来说是很快的处理。那我讲我正反攻的话，论点我就直接交代，我就是上比赛里面我认定关键有影响比赛结果。就是对于正方而言，我觉得正方你们的冷门科系会减少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我觉得结果论上面正方确实是有说明，在某些科系你们假想中的某些科系所完成的某些部分。市场化研究的这些资料，对于社会的适度变革确实会提供某种程度的帮助。假设这种科系变得越少，那照理来说它就会损失，就确实对于社会而言是有损失。就这个部分转化成市场化的论述，转化成市场化有坏处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有成立。因为其实按照反方后面的攻防，也承认你们前阶段的逻辑变动，而是挑战你们后阶段的厉害的陈述。但是其实厉害的陈述，单就一开始其实正方的怎么提出的那个说法，其实反方里面对单直接对那个部分的资料做直接的拆解，所以其实正方就又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很简单的资料的说法，算是有撑住这个地方的描述。那第二个部分，正方第二个部分，教师的那个保障权，我其实自己就是，我也跟前面采访的看法跟你也是不太一样，就是对于教师那个描述，一来我觉得他在核心跟主题上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持，他是市场化的其中一种类型。那其实更核心关键面对的问题是，对于反方在处理正方这一块论点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其实完全是采取的评价的模式在跟正方抗衡，而不是采取逻辑拆解方在跟正方抗衡。就他们不是说采取市场化之后，那些老师到底会过得怎么样？那他们其实也接受承认，就是在你们描述的世界里面，确实是会存在存有那样子的教师过得不好。可是关键来是，如果他们是属于没有相对没有竞争力的教师，他为什么要保护他们？
或者是相对的是这个最优秀的老师，那给予这样的待遇听起来也不会怎么样。那对于教学校的教育里面最优秀的教师，在正反双方的时间看起来好像都会得到相当差不多待遇。那正方就开始尝试去描述那种差不多的老师在起步阶段的老师，或者是每个大家都一开始要怎么样有机会开始做研究的那个部分的类型，其实就我觉得就很难描述。一来是我觉得跟市场化的那个背景关系有对，二来是这你们要强调是，你们得要回到正方的说法，也是如果有这种类型的模式出现的话，那即便在正方的世界里面，其实是找不到好老师，就是你们看起来说好老师都会得到最好的待遇，可是如果所有老师起步都会限于你们所讲的这个困境，其实到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老师啊，是整体学术环境的品质下降，你们所宣称的相对好的那些好老师，其实也都是在很烂的学术过程当中在培养自己，但他其实培养出来，他也只是相对好，绝对值钱，他也不会是相对，就是他们所讲最精英、最优化的那些老师这样做的方式。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这些事，听起来就好像是实际上两个制度里面对相对优秀的老师，其实都算是有保护，都算是有保护。那在相对竞争力比较弱势的老师的这个地方，给予相对比较差的待遇，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好像现在的情况应该也都只能是这样，就是他就是不可能说老师都做的一样那么好待遇。其实你们举的例子，其实也都只是在现在公共化的立场里面举出来的。现在这些在公共化的情境里面，那些兼任老师还是过这样的处境，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这其实正方并没有在这个地方有得到完整，就是正方在这个地方没有点。那我觉得反方的地方其实简单直接合成一点，就是你们市场化的描述，价值到底是有体现还是没体现？我觉得市场化的逻辑确实只有完成，就是在市场化的关系里面，你们所描述想要的那个市场化情境这样，可是总是你们想描述的那个市场化的情境后面要得到的是什么？你们得到的具体的那些好处，就是这学校可能会相对变得有效率啊，然后可能学校的教学会更符合社会的需求。那学校教学会更符合社会的需求的这件事情，其实跟正方的第一个部分其实完全是合在一起的，是符合社会需求的两种描述。越符合社会需求，就是越热门的科系越多，反之就是越热门的科系会越少，它是其实完完全全是同一件事情。那是这个同一件事情，你们在好处跟坏，你们就是各自在诠释这个现象里面的好坏。对于反方而言，诠释就是哦，那学生这个学生进来这些科系里面念书啊，学生就可以得到比较快得到他们所想要拥有的技能，然后学校系所会开设有用的新科系，作为正反方在这个地方的好处。你们相对应对到的坏处就是少了那些部分的科系之后，有可能会损失某些研究或某些制度变革的契机。那其实两个地方照理来说在这个地方是打平，但是我可以先讲结论，就是我的结论是判了一个很小的单位，其实就是20分里面的1分给反方，理由是正方在讲的那个资料里面的那个研究，在阶段性上面的挑战，你们对于制度变革的那个研究的描述，实际上那个类型里面冷门，因为我觉得它是跟逻辑上没关系，就如果它是一个冷门的科系，那冷门就是少数或难以报酬、难以估量的科系，听起来就是一个不重要的科系，就是没有需求的科系。只有在这些条件同时符合的时候，才会在这方的立场里面也得到，反方的立场里面也得到同样的条件，就是科系会消失。可是，其实在市场逻辑上面，一个有用处的科系，其实照理来说，有需求的科系其实并不会完全消失，某种程度它只会减少。可是对于正方而言，你们所讲的、你们描述的那个情境的厉害，几乎是你们利益可以成对方的很小，就是只有到这个类型的研究完全消失的时候，你们利益还是很小。那这种类型的科目，它本来就是只需要极少数人的研究，那这些极少数人的研究花了极长的时间去培养，他们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而且是新的一些巨大。可是你可以成就的范围本来就相对比较小，而且也其实，在你们那一波乱药学生过程里面，其实确实是不能排除反方的立场里面仍旧保有获得一些研究空间，它只是不体现在大学上面，就是在大学的较高等的教育上面。可是教育本来就跟研究
其实我不喜欢做两边同分的判定，最后还是给了一分的论点给他。那以上是我就这样再来看同学了。正方，第三张评分单64-68胜方反方，本场比赛由反方1-2获胜。主席提醒，第一件事情，绘本部有本次制作杯的补充商品，就是欢迎大家前往选购。第二件事情是。